第二十一题，真金不怕火炼，指的是金具有何种性质？真金不怕火炼是说金加热的时候，它还是可以保持原来的状态，不会发生改变，所以表示它的活性很小，不容易氧化。第二十一题问我们说，真金不怕火炼指的是金具有何种性质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金的活性很小，不易氧化。